回忆铸成风，欲望铸成梦，一个古老的形容。凝视着镜中，怎么越看越普通。时间变成歌，无言变成我，身穿厚重的沉默，掩盖我心里很隐秘的啰嗦。怎么好像前一秒钟还在自由放空，突然就变失落，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歌。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，说打动我的梦，让我在他的怀抱中彻底放松。回忆铸成空，凝望雨声动，一个无奈的形容。凝视着镜中，怎么越看越汹涌。时间变成沙，灵魂说成话，只剩下沉默无价，掩盖我心里太多余的挣扎。Yeah, look, I don't know，总爱低着头，被自己困在牢笼，任时间被沙随风带走。就是镜中的自己，好像有一点丑，空空如也的回忆，欲望又摔跟头，被人看透我的感受，沉浸在无止境担忧，沉默里透露着哀愁，不懂的我又在哀求。你看那摸不着的灵魂，把伸出手不及的体温，你嘴笑着说带着寂寞，难堪总躲在身后。这首真好，这首真好。吴建豪就是今天的 MVP， 他的那段舞蹈真的太有神明，太有感染力。他用肢体放大了这个音乐的声音和感觉，视觉和听觉互相匹配的太好，到他会一加一就等于四。小齐哥那么稳定的 vocal， 一个人形的 CD 机，然后 S， 他在 rap 的时候也特别顶。然后三个人真的恰如其分在一起，每个人各司其职，发挥到了自己120%，真的太棒了，叹为观止。这是我觉得是有深度的，高级，很高级，很高级。谢谢谢。首先，其实我在这边想要说一句话，就是非常非常感恩跟感谢两位哥哥们，让我在这个舞台上做我真的很想要做的一个舞台，就是纯纯跳到尾，因为。我一直想要跳，然后觉得这一次真的跳到了，非常谢谢谢谢。
害，这应该赢了吧？赢了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个舞台。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哥哥，谢谢他们。哎，我那次真是很辛苦，他排了很多舞蹈。嗯，好看，好看，还可以哦，好看。我会再调整一下。开会的时候，对对对。你就会看出这个人对自己自我要求很高。艾斯也是一样，艾斯我觉得他，因为说真的，他这个年纪我都可以看他当他爸爸了，我觉得。然后我就看到他，就想说未来我的小孩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你从参加比赛成名到现在多久了？我没有成名啊，哥。你要这么客气好不好？我是无名小卒。哎，2018年，2018年到现在。你家里人的观感有改变吧？以前玩 rap 的时候，不是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永续经营的行业。就家里想的可能就是，哎，这个儿子不要也罢。你，他们，我妈那个时候给我的忠告就是，我不会阻止你去做任何你喜欢的爱好，妈妈真好，但是你要想办法养活你自己。我们没有钱养活你。嗯，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开始都是在边上班。边工作边做音乐，这好啊。对，我觉得你追求梦想的时候不要拖累家人。对对对对对。艾斯这年纪最轻嘛，然后最可爱。艾斯写的词很快就写好了，这个家伙的脑子里面转得真快。OK 吧？我写倒是写完了，但我要。Cool。一个多小时，我其实写了两版吧。It's nice。OK。那在这两句想一下。我们好像没日一关的牢笼。我觉得以你的实力可以做得更帅，因为这是团队的东西嘛，每一个人拿出的都是自己首先会觉得好的东西。没日一关的牢笼，必须赢，必须赢，我不能再输了。几分？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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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？一分钟。Yeah！ 哇，你就喜欢这样的，我知道。好听啊。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仿佛找到年轻的我。什么好像前一秒钟还在自由放空，找回那种竞技的感觉，我就干到底。小菊跟你唱这首好好听哦。没有没有，对啊，你我觉得还蛮好听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你的那个调，然后你选的，哇！我希望我们大家唱好、演跳好，然后所有的舞台弄好。还蛮有趣的，人生这条路上你要当一个什么号？可是我觉得随着年纪的不同跟状况，有些时候是逗号，休息一下；有些句号，不好的就让它到这里为止。我还是觉得我通常用惊叹号，就是我要让你赞叹说“哇哦”，所以我不够酷的通常都不做。我蛮喜欢波浪的符号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在这个人生一直飘来飘去，但自己的热情到的话，就算风。是往我这边吹，我会跟着风去对抗它。我希望它是一个省略号吧，省略号嘛，代表后面是未知的，永远都有一种还有未来的感觉。